这就是拥有700年历史的古格狂潮啊，就相当于我们的宋、元、明三个朝代加起来这个时间，在300年前一夜就消失啊，里面住着老百姓10万人，一夜也不见了，连他们的后代都找不到。这些洞窟应该就是平民住的地方，老百姓10万个人呢、啊，这里能住？我们离登顶还是要一点时间的。我站在这里看到的痕迹来说，以前这里应该是一大块的绿洲，现在应该是被风化掉了。还是个好位置啊，这是古代人的三井房，看一下。哦，应该这里主卧、次卧、客厅，还有山井，就不知道他们那会有没有公摊。一看就知道是单身狗住的，刚好只能住一个人。嗨，这边很明显就是以前他们的护城河，可以看得出来还挺繁荣的。到了最顶上，就可以看得出来这里是以前狂族住的地方。哇，700年的王朝一夜灭亡，300年就沧海桑田了。神奇，往这边北面去，还有一个藏尸洞的地方，听说奇臭无比。我跟我的小伙伴讨论了好久，从唯物、修仙、玄学到科幻，都没想明白10万人怎么一夜间没有了的。现在这里已经不让进了，听说以前还是能爬进去看的，现在只能在这个小洞。这个味道就是鲱鱼罐头的10倍。